来，请出求职者。邓永华，44岁，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专业。三位老师好，各位企业家老师，各位人力资源专家老师，大家好，我叫邓永华，今年44岁，来自广东高州，现在定居在昆明。2009年我就到了矿山工作，有过一段非常让我自豪的工作经历，不过2019年也有过一次很沉痛的投资的失败的经验教训。今天我是想找回曾经英姿飒爽的自我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一片冰心在玉壶，也希望我的这一份才情和努力能得到您的赏识，希望我能成为您企业里面的急先锋，谢谢。欢迎永华，今年44岁。对，真年轻，一点都不像。真的，我觉得他比我还年轻。来，我感觉我应该比永华显老啊。你们看看，是这样吗？是，不是显就是，是吧？就是哈。行，你下次不用来了啊。在企业里、啊、您这种是有优势。为什么呢？有什么优势呢？譬如说我们以前矿山，大家会觉得我是个毛头小伙子，没有那种稳重啊，就太年轻了。对，他们会欺负我。好像在他们面前，你应该跟他们学，而不是让他们跟你学，对对对，听你的话。对。